高雄美术馆刘先生的府上，有一座三尺半的鱼缸，想改成生态水草缸。2012年11月3号，到府施工移除上部过滤及清空鱼缸，开始施作生态水草缸了。道路四包美国细沙约90公斤，前高后低，细沙越厚越好，整出造景的地形。入水之后再细整地形，可以开始造景喽。下造景时，下胶草，下中柳、翠罗兰、枯柳、彩虹宫廷、珍珠草、红睡莲、睡兰、睡芹、红海帆、宝塔、叶底红、对叶草、纽兰、迷你水兰、新叶草、罗贝利、红柳、长叶九观。我们喜爱荷兰是照以观赏水草为主，所以下了19种水草，分4层来种植背景、中景、前景草。这半个月后，水草长得漂亮与健康。懒人生态细沙水草缸，不用换水，不用翻缸。关注我，并点赞，分享更多水草缸的影片哦。